朝中你都唔骂梅丽嘉尔噶，爱念国誓到梅丽嘉尔啊！Thank you.
妹你今先赠浓情意重，为情动物客途中。我先生你情浓的浓，至今失了亦明梦。又到君之不离秋后线，岂有见天秋线岂无踪。心一万多情细意，痴情更意，温柔爱用。在天乱尽，双飞凤。如今不离家常风。众地愿为连理树，世世相爱拥。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.
你咪成日闹我行为不红线，共阿姑的分行，你又知道唔知？我做阿妈嘅，我就梗系知啦。你枉为慈母，只知道溺爱太子。你冇办法做阿妈，佢背住家庭。经验咩嚟？经验嘛？空路云雾，归期世数，珍重前文，向还家业，书不言尽。我恨鬼情同浪子，竟敢欲按门第。我觉得那个姑爷没个做马姑爷好解。马姑爷太着老啦，我起码太十粒嚟到马姑爷。咁马姑好睇啊！阿明姐，马姑爷生只小仔啊，做得好似巴达都唔生啊！我要攞藤条。攞藤条做咩啊？攞藤条。秋公啊，快啲嚟！你咧将呢支藤条收好佢，千祈就唔好等阿大少佢翻嚟俾佢睇见啊，知道唔知？知道。系佢，仲有啊，明月，一阵间等你阿哥佢翻嚟咧，我要你咧放正佢啊，系当今皇帝咁样。讲说话咧要慈眉顺气，要客客气气啊，记得啦。仲有呢一件事啊，千祈就唔好再提啦，要严守秘密啊，知唔知？哎呀，古道啊，要我做顶正人，点知阿妈要我唔出声？呢回啊！真係講錯是非咯～
系九成情重啊嘛。如果我系强行宅男嘅，咁就有伤母子情义。我要用善法相劝，使他不再沉迷烟花红泪月。中原回国。我就唔使你啊，做军师落去。知道。少咗好多嘢，阿四姐嘅心好唔安乐啊！你系咪有咩心事啊？我冇心事。咁你系咪想对阿四姐我？四姐，我系想对。哦，我知道啦，阿四，你今日梗系想吟诗作对景啦，咁就啱啦。我哋两仔乸咧，好耐都冇吟诗作对，今日啊，正好就对个对联，把你嘅神诗三松弛啊！四姐，我的确系想对，不过嗱咁样啊，四，你有乜嘢咧？就等我哋对对，再对阿四姐讲啦，好嘛？今日阿四姐咧，想话出个对尾嚟俾你对对头啊！四姐出对尾，孩儿出对头，冇错啦，芬芳思考喎。
那是前尘既往之事就为头啦，未来之事就为尾啦。今日我就叫个怼头，你嚟，我哋叫个怼地，你嚟对怼头。好唔好啊？你话师姐实在太有意思了，请师姐赐。好，咁我就通怼噶啦。师姐请。送旧火黑何处又青脸？唔怪得，我都未曾开口啫。点解四姐佢就会抽秤定先嘅咧？唔通四姐佢系神仙？阿星啊，苦静苦静啦！四姐知道啦，我都要谂下点帮通佢先啦。四姐，咁系就献酬好。玉洁冰清，平地也流生玉树。迎新送旧，火坑何处又青年？哎呀，对对首尾呼应，真是绝妙，好词噃，好嘢啊先！佢呢句玉洁冰清，平地也能生玉树，分明就是指妓女之中都亦有好人，又如平地生玉树啦。哎呀，唔得，我都要将佢还套换成至得。阿星，四姐，对问含蜜意。四姐从佳枝，十载红霞春，平地生玉树。今日你状元高啊壮，不负啊我情师。这个字。为是嗰对对问，你必须要谨记住。冰清玉洁，火坑不近，更要妄念贪寻。师姐，阿星，你点解？夜暗时，歌对对问，要我需根记我今时用语有无知，往日誓言又在耳，我不敢把词衬背影，但又不能辜负美。左右做
又又难，我真系难难。哎呀，如果撞亲姐姐就难过意，无双过。睇佢神思啊，缭乱啊，掩饰啊，乖仔啊，你好似心不在焉，哦，你一定系记挂朝中大事。系，系唔系啊？乜又系又唔系嘅啫？四姐，你叫我记住嗰啲动员文啊？咁你有冇记喺个心里边？四姐，我念念不忘似母训，难得慈亲梯殿，得咁细微。不过话说前，近来我嘅记性差，恐怕记得对头，我又唔记得对眉。咁你即係同我作对嘅啫。嗱，嗰一句火坑何处有青莲，无非就係警惕你，以免你将来沾染仇恨。我往日呢，我话头你就醒你嘅，点解今日我话你又唔醒头啊？莫非係嫌我做唔到你嘅慈母贤师？四姐呀，孩儿又岂敢违背慈亲教训呢？只不过系认为，冰清玉洁，平地也能生玉树，百丈之内又岂无芳草呢？请四姐饶恕我呢个不孝嘅孩儿咁啫。阿星，我唔准你再多讲，四姐经已好回忆，今后勤于政务，你要好自为之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四姐，孩儿心中确有妙事，请四姐你解我还疑。阿星，你又何必为难四姐呢？我哋母子往日啊，都过太三半句，今日四姐将你杀难，无非系警惕于你，以免你沾染仇恨。不过你都放心啊，星阿四姐个心虽然系好难过，但我会将你许配揾一个门当户对、貌美有才嘅女子与你匹配，好吗？四姐，我唔要，我就系要你想激死啊！四姐，孩儿不敢，孩儿不敢。咁你记得以后就要听四姐嘅说话噶咯噃。孩儿遵从，无味就是。咁就乖啦，起身，起身啦，嚟啦，起身啦。点解有个胃痛嘅膝头啊？冇。伤心人都枉送伤心如恨煞泥教万里。何金竹奴高堂，人觉心如刀刺
你好似好唔舒服嘛？唔知，孩儿下去歇息一下就得噶啦。既然系唔舒服嘅，咁就翻房休息啦。去啦，去啦。小雪，孩儿先行，共退。去啦，小心啲啊！水掩饰假伤悲，苦无良策胜痴患，我此际亦是君无知。阿妈，哎呀，哎呀，明宇，你嚟得啱啦！嗱，事至如此咧，有何主意？梗系想佢哋分离啦！啊，咁我有法子。你有咩法子？快话俾阿妈知。有咩法子啊？本来咧系有嘅，而家冇啦，咪由得阿哥啊同嗰个妓女好咯。我系有妙法，但我啊又唔愿意做军师。你个恩奇女嚟啊！你又是恩奇啦，系嘛？你若果系唔话俾阿妈知嘅，小心我将你打死！阿妈，就算啊，你打我，我嘅分析系同阿哥一模一样，咁我可以假冒阿哥嘅分析，写封传情信啊，仲有嗰个金团扇一齐寄翻俾嗰个妓女。咁我相信佢睇完之后，一定同我阿哥分离。真系好主意噃，使得你好速冲前去是不宜迟。哎呀，唔得唔得，阿明宇，你又点知个妓女嘅地址啊？秘密切勿泄露人知
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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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文武，不
但可欢欢跃马，亦可以知上中眼环，空坐马边难马思，哪怕日思万言，亡灵会因那谁？若不见良缘，此后佳人才常对月难关。就请小姐出来一试文采，无怠慢啊！我有乜嘢唔妥啊？你就冇咩唔妥，不过你件衫就好唔妥啦。我件衫几好啊，几好啊添啊！你睇下你乌卒卒、花呢碌咁，哎呀，我个妹啊，唔中意啲咁嘅颜色噶。你个妹系眼人抑或眼颜色噶？两样都眼。咁你嘅妹中意啲乜嘢啊？嗱，我妹咧平时中意淡淡素素、清清雅雅咁就得噶啦。哦，淡淡素素、清清雅。你好心今见佢咩？好啊，咁你依家着成咁，我即刻叫佢出嚟咯。系、哎，等我翻去换过件衫至得。到时，咪住咪住咪住，喂，咁我嘅。好差啲，变得啲。嚟，有奴，慢慢睇。有奴下，请当前。打头条，请当前。写尽相思字，不歌是药草，何事系金理？三生缘已了，一片无非兴，血泪埋骨人，生存堪以明，生存堪以明。有冇两个做真噶？少爷，要梳死。少爷冇事吗？阿志路，阿志路，我三门兵。遗书一纸，血泪斑斓斓。是谁割那手吹花，像鸳鸯插花书信物会唔见咗嘅咩吓？孙同哥来，哦，都来。我嚟问你，呢排有冇人入过我嘅书房？冇、哦。你再认真谂下。哦。啊，有啊。到底系边个？二小姐佢曾经嚟过，佢话要将少爷嘅文章睇。哦。弊啦，弊啦，弊啦。一定是小妹发觉私情，设法把姻缘拆散。今日我不杀百里，百里却因我而死啊！书童哥来，走，快快飞马落粮，打探花小姐消息，速去速回，知道。是谁掀去佳人命啊？无端外开气窝难拿。立即拉妹妹出嚟问明恩难
小生家你给我书函送我书信，如斯大的答案。偷咗我嘅真田线共书简，弊啦弊啦，呢回穿煲添，唔紧要，我几大都唔认，佢呀都奈我唔何。阿哥啊，咁比如有优点，冇优点。冇咧就与你无关，如果有啊，你休怪我将你打到皮开肉绽啦。如果有，有冇冇？我点解又有又冇啊？吓？哦，其实我话有同冇，实在都系好难嘅事。书简啫，你点知道系情书信物啊？吓，你啊，你害死人啦、啊、你！你听下，则条人命在你手中，我问你，我问你点样将性命赔还？死了死了。
你三七二十一，我认咪认咯，认咗我又唔使去死嘅，一于咁话。阿公啊，其实咧做妹嘅都系为咗你好咋，阿公话晒啊，嗰啲咁嘅妓女啊。你话，你讲咩话？妓女咯，我唔准你咁讲。咁阿妈都系咁讲噶嘛。反正就俾讲边两个字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唔讲咪唔讲咯。咁就讲点人得个啩？哇，你又使乜搏到成只老虎咁，好似想食咗我喎？阿公。你两兄妹
啊，因何事干打得如此灿烂？哦，肯定又系你啦，明月，老毛病又犯啦。死咗人，仲恶人先告状系嘛？都快平日将你叫还，叫还？我话你啊，黐住系大婆仔，将我拉女下凡就真。大婆仔，大婆仔又点啊？亲生阿爸都死埋，我呢个大婆仔真系做我阴做人啊！四姐，阿妈，哎呀呀，孩儿之错，莫四姐莫怪还。我心内苦啊，仔啊，你知道，无你可知四姐当年怎样忍辱全孤？你出世过年就死了父王，无啊钱财家产并未有剩下分啊，好我未得住你时更要将女儿好啊，三年暴雨几咁心操，到你长大成人更把诗书教导，你今日状元高中，我何时枉作空啊，老师姐太厉害四姐因而被天堂，这里是上来交道，此为爱护，真是我操劳，我纵是碎如骨，分身都亦难。花落日光，哦，
同国先雄口吐苦你看你好不舒服啊，不如这样，等阿明月扶你回入房休息了。阿明月啊，快点扶你阿哥回入房度休息啊，去呢。哦，我知道。阿哥啊，我见你真的好不错啊，等阿妹扶你回入房好好地好快下啦。嗱，出门口啦。不用你扶，为什么我会听到啊？使乜你听不到啫？你见不到人哋啊？咁样咩？阿明姨你又系嘅，阿妈叫你去扶阿哥，咁你就要扶到阿哥都舒舒服服啦。舒舒服服。你又应酬式、交代式咁样，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系点得至得噶？唔得唔得，你话点至得啦？你要俾啲诚意，俾啲真情咁样扶阿哥，扶到佢舒舒服服，去啦。哦，仲要真情啊？梗要真情啦、啊。我晓啦，你睇住啦吓。阿哥啊，阿妹咧，头先扶得你唔舒服，而家咧，阿妹攞足力扶得你舒舒服服，入房好好坐下。你又怎样啊？我说阿哥请我吃包浆，你信不信啊？阿哥请你吃包浆啊？抵啦！嗱，阿妈叫你去扶阿哥，你又死死实实咁样揽住阿哥，咁阿哥唔舒服啦，咁啊梗系请你食包餐啦。但系阿妈话系你撞亲阿哥个针，吓咁都得啊？你撞亲阿哥个针唔算数噶，再扶多次啊！仲要扶？梗要扶多次咧，扶得舒舒服服啊，记得啊，去啦。阿哥，阿妈，你睇住啦吓。你扶啦。罪名，不如咁啦，等个四姐扶你入房啊！唔使啦，太爷自行下去就是。咁你好声行啊！咩啊？啊？咩？你做决定都冇咧？慢慢行啊！哎呀，小心啊！哎呀，小心啊！慢慢行啊！打到困噶，行到，哎，打到困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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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更加想不到我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人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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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我们的观众饱受苦境之苦，咁就唔怪得啦。可惜佢啊，晚晚对住个员工神情低落，一定系记得嗰个妓女，搞到神情低落啦。咁千万作何功啊？怎敢相思之苦啊？我怕咗啦。你发吗？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哦，系我。马老大呢？祝你哥哥平安相思嘅同志愈来愈平生有影响。诶，系我。系我个女儿。我把相思给你啦。阿姐唔好啊。Yeah.
Thank you.
唔知点办。阿哥，真啊，边个先？咩病？好翻未啊？真系好翻好多啦！你睇我依家行路几精神。阿妈专登就为你求得一剂心药良方啊！系啊，阿哥，你睇下啦，包你冇病。睇下啦，我都话我冇病咯。阿哥，你睇下先啊。睇你。阿哥。有冇人买只药啊？唔得啦，打打打麻药。麻药啊！好啦。咁既然人哋都话自己冇病，唔使睇啦，咁呢张药方留喺度都冇乜用噶啦。啊，咁不如就等咗佢算啦。莫心东土，莫心端，挥手慈航大使前，变为一滴阳之路，洒向人间并低廉。师姐，此才女是否艳丽非常，还带有三分傲性？佢才气非凡，更添啊，人仲好靓添。哦，系啊，系啊，好似话。话系叫乜嘢红啊嘛？吓咩话？咩红啊？咩红啊？阿妈，我都话可以起死回生噶啦！你睇下哥啱先行路啊，仲立立功，而家咧系精神奕奕，就双手有力。哎呦！小心啊！有冇整亲你？有啊！而家冇事啦。啲嘢真系，系啊！你啱啱讲嘅系咩红啊？吓咩红啊？我啱先系话乜嘢月？哦，系鸟语。阿星啊，你往日啊都好醒目噶，点解今日你就睇唔出是谁过不接啊？哎呀，我早就估到啦，我早就估到啦。四姐，佢而家喺边度啊？佢喺边度啊？吓，天涯咫尺，就在阴堂念佛经。哎呀，惨啊！但愿艳红能在世登堂相遇，飙冲情啊！长气鬼，四姐太乙公推啦！出嚟，千祈啊，就系咪学旧阵时嗰啲小女儿啲模样啊？秋菊啊，扶我入去。
全部不知如何待人。
小姐啊，不如你都不是普通的客人，招呼住他先嘛，至多是去茶奉茶。小心下之棋，这双入来呀、啊！哦，那这可能是他过来犯你好多错的。入来，自觉茶杯又失礼，我情缘是不光情话太难解。方前年秒心意难明，如何能约我认得清明，我盼他自为心思。一对并肩坐，于礼不那当，知礼仪要堂堂正正。举头心事是我的影，幸儿自有催命星。唯有绑住啲客套话先。
冇錯，我都來係係問候老夫人嘅安康㗎。家務托賴平安，細兄你有心有心啊！變心變心嘅啫，二小姐，請問令兄可曾？可曾？可曾啲乜嘢呢？哎呀，佢好似真系自己唔知自己事咁嘅。系呀，冯胜兴啊，冯胜兴，呢次我俾你累死啦！哦。二小姐，請問令兄可在家中？因為我素養令兄高才，欲來領教佢嘅功任，話明㗎。原來細兄係想研究文學啊！難得你有如此嘅雅致閒情啊！敢問二小姐，閒來無事，作何消遣啊？小女子閒來無事，心歸獨處，念真夜壽，挑燈夜讀。哦，好過挑燈夜讀啊！誒，唔係喎，二小姐，咁你咪好寂寞咯。系呢一句花落知多事，真系有景有情啊！哎呀，你睇下佢啊，越讲就越牙刷添，哎呀，真系激得我啊！好啊，既然你咁牙刷，就等本小姐出一啲难题。难下你字得，细兄啊，好一个花落知多少、如果讲到天文地理呢，我就文殊大谈了一飞万里。咁究竟个地有几阔啊？素人细兄，你博学多才，还能把愚梦点醒啊？打横嚟喎，二小姐，鹏飞万里原出自山海经，不过是神怪附会，只不如怪力乱神。请你啊，找个第二样嘢倾
好啦，咁我哋唔讲地，我哋嚟讲下个天咧。诗文学名于九宫，声闻于天。咁究竟个天有几高？何以学名一声能参天？气之轻清，相浮者云天，正是攻心莫测。请你往以此相问，因为眼前事物都学之不了，又焉能讲及到咁高明呢？好啦，细兄，你要讲眼前，我哋就嚟讲下眼前，就比如细兄。唐宋，唐宋以此相问，夫子都不答啦。咁后来呢？后来夫子回居，一走了之啊！阿妈罗万走，娘亲，你啊，参八路。小女素来娇纵怪啊，出言伤气莫不应啊！望你海量光涵，书过你恃才生草仙，话无言太客气啦。仙者才高何况真是冰雪聪明啊！今日我过夫谈亲，未知夫人能如相称。阿花郎欲结重重之好，小儿也曾提棒，为是小女明月招聚夫婿，一要亲来入赘，二要考试文才，方能完成好事。卑职探花郎，意下何如呀？白露话：有幸千岁无不弃，我一定从命。讲到斯文才来宣誓匾啦，小臣一定应承银。既探花郎系唔嫌弃嘅，咁就最好啦。嗱，我認為咧，考試文才最好就係對隊嘅啦。阿明月，咁你就出個隊頭，俾阿探花郎佢對隊未啦？知道。Thank you.
探花罗点啊？谂成点样啊？如果系未谂到嘅，不如咁嚟坐低饮啖茶，慢慢再谂啦。嗱，对对联最紧要咧，就系语语相关，字字工整啊！阿妈，人哋探花罗才粗博学，你啊，方系会对唔通咩？佢呀、只不过是行咗个几步咋嘛，就算才高子健都要七步先成。佢呀、未行够七步呢。明月，多嚟扶阿妈。任意东欲失通阿玲啊，夫人有意暗光芒，明言对探花何公正？咁你而家意思又点样啊？
送上金钱宝石作为订婚的物证啊。Thank you.
我为你献诗，变成个个全下跪。你亦非全身孝利，点解在把金权献给他未亡，仲有个封权全献诗？只因当初公堂误会，这都是我小妹佢所为嘅咋。我又点知道真你而家讲乜嘢我都唔会信我哋先生吃多你不生气我
定会原谅你的。啊，燕红妹，我知道你为人呢，从来都不会出乎意而反乎意的。如果你肯原谅我的，是这样以表达下头都得啩。我只会摇头，你却不会点头。哇，你看这两条毛虫。是不是呢？不错。今日决绝重圆，与妹你共偕伉俪。阿师，阿师啊，苏师姐，哇，我哋就咗啦。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在我时常同你提及嘅前亲圣子啊，天光夫人，呢位啊，就系我所讲嘅顽皮小妹啊，真系唔好意思啦，艳红姐，我无兴避暑，罗绝爱，请恕我无知，胆大如顽皮。怪要两兄妹的事，要怪就怪我啦，怪我啊，糊涂一时，糊涂一世啊！夫人，夫人年约女，姓氏在身，是云燕。细听啊，你快啲上前睇下，系咪你嘅亲妹啦？好，借问一声，你可是水云乡人，姓夏？好待两对恋人，哈！四日浓烈，浓烈。